尊重你盖的烂呢，所以让你继续盖啊，又没有因为你盖的烂就不让你盖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好像有道理耶。我们很尊重你耶，所以你之后要帮我重盖是不是？重盖也是我们逼不得已的，千百个不愿意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懂，我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。啊，我家有床，有箱子啊，插个合成台啦。你看，插哎，你有床，连走上去都不容易哎。温暖的家，有床，有床，有床。这未来应该会改成你先把屋顶封起来好不好？我那个内部陈设我应该不会管你啊，我只会管外面而已。哟哟，屋顶封了，屋顶封了，行，狭小的四乘四空间啊，去到家具之后大概剩下二乘二。要干嘛哦？选这个了，这边上去好了，走上去都不容易。小个跳，我以后要盖一个容易上来的地方，不然。这一栋建筑物好难走。你是住三楼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盖了一个建筑物。你们的遥远的山边要盖了，要动那个别馆，这个是对啊，别馆，就跟那个地狱门在别馆一样，现在正在盖别馆。是哦，我去哪里盖？我想盖个别馆，我想把从这边插出去东西。这里可以看到你们那里的别馆。我这边药，因为我这边药水都弄光光了。做这么多木头，哇哦，哇哦！我记得家里没木头，家里超多木头，我刚才才丢进去一点呢。真假的？哪一个箱子啊？哦，楼下我没看。我刚才丢进去很多东西耶。哎，我去找一下。哦，找到了。好欸，你们人真好。铁针做春联，我要用橡木，半砖也可以。咚咚，好需要等级。有喂，有僵尸吗？没有，我这里没有。蜈蚣岛，算了，回去。就说不会盖浮空岛了，还盖浮空岛。所以你们真的要盖浮空岛咯？哎，不知道怎么盖。还是要盖妖怪手表。啊，怪手表怎么盖啊？教一下。我不会盖。我蛮想学的，最近很红啊。好慢。用盖的盖怎么盖出来？电气鼠搞不好还比较好盖。秋风是要盖别馆是不是？我正在盖啦，我正在盖啦。想去偷看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偷看别馆？这个观摩一下嘛，你施工期间呢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是工作人员啊，没有问题的。嗯，施工期间禁止参访。可以啦，可以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你的电子音好恐怖哦。喵喵，我讨厌。好讨厌！不行，我暂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从这个地方，我在哪里？我在那个、啊、后门的那个、啊、后门的山丘上啊。哦，后门啊、哦，春联，我不会用那个啊。后门山丘上，你硬是要用的话，可以用一个那个旗子贴在墙上，红色旗子贴在墙上，就变春联了。我听到僵尸声。如果你硬要贴春联的话。就可以贴一个什么？后门在哪里啊？不是入信啊，风破。那个后门在哪里啊？什么后门？后门在哪里？你对这里很不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什么后门？小弟我第二次来哦。那个悟心家他们就在后门啊，前面那个马路，前面你扫过雪的那一条就是叫做前门啊。这边就是后门啊，然后在那边啊，秋风在那边呢、啊。所以你都没有在这边扫过雪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边哦，哦是这里哦，那我没走错吗？你是不是没有在这边扫过雪？要不要重扫一遍？我扫过了，前门我扫过了，后门不需要啦，小弟我也是资深啊。你对这里好像不是很了解，让我们怀疑你的那个资深程度。你真的是老屁屁吗？
没有，不需要。你要不要？这是人的问题啊，这不是知识问题。你要不要扫个雪回忆一下你的过往？没有，不需要。我刚扫过，我刚有扫，忘记了。真是的，你不觉得扫完雪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就想起以前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右手有点累啊。神清气，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子好，我帮你扫一下别款钱的雪。好啊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多少扫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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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我这个挖矿加速的这个铲子、啊，哦，你的好累哥哦，你们一起挖起来。对不起，没有人听得懂。请问观众有人听得懂吗？好累哥啊，真的超级累哥的。那个别管是要从那个中间的那个地方延伸出去吗？中间。就是在你的房间下面差不多，应该说巧克力房间下面这个位置差不多是这里挖出去。对啊，你可以连接一条路过来，因为我怕不知道高度对不对。那我先铺个鹅卵石好了。你可以直接铺那个啊，安山岩啊，平滑安山岩。平滑安山岩。平滑安山岩那个抽屉里柜子里好像还有。看一下。安山，哎呦，蜘蛛，有吗？有吗？我是觉得我现在电脑这么废啊，还是不要玩什么穿新衣的游戏。我刚被僵尸打到剩2格哎、欸，所以你刚才不讲话是因为你被僵尸打到剩2格、喔、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不支持我们穿新衣哦、喔？哦，哎、欸，穿新衣戴新帽。这个蜘蛛我觉得要穿个鞋子吧，穿新衣戴新帽、欸，哎啊，好痛哦！让我穿个裤子吧，一定要的吗？我觉得我会在不知不觉下死亡哎、欸啊，我连刀都没有带就出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情况不同啊，现在情形不同了。我要穿 AB 装，什么叫 AB 装啊 ？AB 装上面红的，下面绿的，简称 AB 装。是这样讲，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。一定是风破，不是那个是悟星的。悟星的，哇塞！感谢斗内，哇多少100？哇，订阅那个斗内声好特别哦。对啊，悟星的意思是那样子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其实是内建的音效，没有这么大声过。噔，大声什么了？啊，那是推举而乐他内建的音效啊。我知道啊。噔。啊，感谢30块。哇，过年大红包哎、欸！哇，是1美金还是30美金呢？30吧，不过我也好几个月没有收到抖内了。30美大红包哎、欸！是有条，没有超过30不准抖啊！很久没听到这声音了。没有，因为没有超过30不能抖，所以，哎呀，所以很知道排球一下打怪有点麻烦，不过还发现了。好了。这样还不够高吗？感觉已经很高了、欸。有哎、欸，这样子其实也蛮狠。哇，好长哦！快点升等。我要继续扫雪了。哦，石头没了。扫雪扫一半。你铺出来了，你把路铺出来了。嗯。哇，我快要接近我了。扫雪。哇，还要这么高哦！平滑鞍山不够了。平滑鞍山不够，我够啊！我是还有十，我还有64个哎、欸。等一下再敲掉好了。好，那这里这个地方打，在这里。好的，可以买新游戏了。之前买了那么多游戏都还没有玩过呢。你根本没时间玩吧？一直在特价啊。那个不用买其他新游戏啊，玩来玩去，大家都说你玩麦块好不好？大家什么时候玩创世神？不要再趁机抱怨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需要买新游戏啦。那存点钱过个好年吧，就玩麦块就好了。存钱购买设备啊。嗯。啊！哎呦，照这个型往上盖是不是啊？那个秋风，那个你回去把那个，你可以去挖安山岩，把那个鹅卵石改成安山岩，好不好？啊，行，这样有没有很简单？啊，行，满地经验值，感觉不会死哎、欸！你不是要弄你家吗？我家弄好了，
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好好好，等一下我去改一下你家的屋顶好不好？已经准备好去改了。等你。没有没有，那个就是屋顶而已啦，那个内部我已经不想管了。哦，你已经放弃了吗？我靠，被没有啦，内部我都没有动你们的内部啊，我只是改一下屋外观而已。哦，就外观统一一下而已。像上次我家就地底出现一个洞嘛，差不多这种感觉。地底出现一个洞。我上次不是在丛林那盖一个自己的家，喂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跑出一个洞，然后里面很深很深，然后想说你们挖个洞应该也会留点矿给我挖吧，结果也没有，被挖光了。厉害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完全不晓得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你忘记啦？哦，对啊，真是的，完全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贵人多忘事。那个没有新的一年，那个旧的东东都。抛掉了有没有？哦，就只剩我在记仇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记仇为什么要记这种怨恨？早就该放下了，就该放下了。那你今天就帮我刷个墙壁嘛？刷什么墙壁？贴个春联，就我家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改装？那个我不是说内部我不管吗？那你外部可以，啊，多放几个方块好不好啊？安山岩 ，nice。哦，我们竟然用雪铺成一个道路，也是蛮帅的。这个，一些东西要留着，像火药粉，我要开始留着了。你要火药粉做什么？你要用 TNT、啊、做烟火的话。哦，对哦，你要存一整年的烟火，大概只有十二发而已。不可能，哇！一个月玩一次，只有十二发。看看我们今年多惨啊！火药粉哦，好好好，我们现在就派风破每天都跟苦力怕玩，一直打火药粉。我已经拿到二十个了、啊。二十个能做几个烟火？二十个烟火。十个不一定啊，十个还二十个？十个最基本那种很飞很低的烟火。哇，那好像有点 low， 不行，你要再继续打，加油。我平常就有在打、啊，我们就把火药粉的重责大任交给你哦。哎呀，哎，什么声音？那个机车的声音。反正机车，竟然是五星，五星你在这干嘛？啊，我在挖安山岩啊。哦，认真。他刚才铺到一半说安山岩不够。我也去挖。不一定挖安山岩啊，花岗岩什么岩都可以。这也是八哦。其实我快要，我可以把你们的补回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安山岩吗？哦，一堆挖好了模拟。安山岩的话，我在户外也可以挖到。对，户外也可以挖到。对啊，我在户外挖一下，这边有露天的。聊天室。没有，挖一挖遇到岩浆。露天的是最自然。天然雄鹤。你们有人要住别馆吗？那要盖大一点是吗？你可以先那边交通很不发达、欸，那边要先用一个交易厅啊，才会吸引人家过去啊。哦，要在这边玩游戏是不是？你要先有个交易，正好要找个村民过来啊。嗯，我们在这边应该要用那个一个拉霸有没有？一次玩一次拉霸要一个钻石，又是拉霸，又绿宝石。你知不知道最赚的就是吃饺子老虎机了？那我们就要用个声光效果，用那个铁轨，然后转个几圈，然后跑出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声光效果，光做声光效果都不知道要多大的空间呢。不用啊，就随便做一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刚刚这边苦力怕消失了，也不知道悟星的电脑撑不撑得住了。你说是做简单的了？啊，简单的啊。为了做一个声光效果，然后把整个伺服器搞爆了，用一堆连闪嘛。就是让它发几个光，然后那个铁轨用那个音阶盒，弄个咔啦咔啦的声音，然后之后咚咚咚咚，然后跑出来了。反正那个都是发射器，随便跑出来的东西而已啊。跳跳跳跳跳，我觉得应该再大一格的，这样才可以把这个路吃进去。是可是不够安三眼了。你大概要还要几组啊？不晓得哎、欸，依这种状况盖下去，好像还需要蛮多组的。越多越好就哎，刚、欸、好就从这里出来哦、喔。还是我往旁边推一格，
那马房为什么也不关起啊？到时候我怪在里面呢。我去啊！现在还有人会去马房哦？那马房有马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可是我怪，可是那个门没有关起来，就代表好现实的问题哦。马房没有马，谁啊、就不会有人去啊？关？到底为什么要去呢？马房门也关不关，难怪会被炸。那个啊，为了要那个、啊、吸引苦力怕来啊。屁嘞，那个话你们都只会爆炸哦，一个陷阱就对了，不错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在地上放很多陷阱，说不定苦力怕就会来了。你们都只会让它爆炸而已，有屁用？那个在地上放陷阱啊，就是那个陷阱门，有没有？一踩到踩进去就被锁起来。哦，嗯，那应该会锁到很多僵尸啊。天，挖掉好多。嗯，收着，收着。对吼、哦，僵尸可能会比较多，苦力怕很难中哎、欸。盖一个那个、啊、无声怪塔，声怪、啊、无声怪箱，声怪塔。哦，那要在很高的层数啊，而且要离效率好吗？而且我们要离自己本身要离那边有一段距离。嗯，不然还不行。要空间要很大啦，就是要声怪的地方要比较多一点。最后收尾的地方可以放在哦哟，半条命哦哟，要死啦！我现在随便丢一颗鸡蛋，穿心吗？会死啊！我现在随便丢一颗鸡蛋，都会跑出一只小鸡的，天哪！真的哦！哇哦，这又不是鸡年，那个有人开作弊啊？没有，魂魄啊，干什么东西啊？这种人哦，明年才是鸡年呢、欸。明年才今年，天哪！麦块里面还没有猴子哦，过年还没过完啊！猴子就是人类啊，猴祖呀，猴祖哦，猴祖呀，猴祖，一群吃香蕉的猴祖，猴祖，我是拜猴的猴祖，哦哦哦，祖，你是圣诞老人吗？哦哦，猴祖，哦吼吼吼吼吼。哦哦哦哦！哎、哦哦欸，还是不够。哇，超认真嘞！挖了一大堆，应该够了。还缺什么石头吗？哎、欸，钻石、绿宝石这两种。是哦，我刚刚挖到九颗绿宝石哎。啊，赞赞赞赞赞赞！贡献出来，贡献出来。啊，又没有村民。这里没有村民哎、欸，那个纸片来啊！纸片最喜欢做这种事情。纸片啊，纸片不喜欢，不是最喜欢做这种事情。我今天状况不好啦，我今天推推可能还要回到原本的地方喽。你说的也是，对啊，今天不好。哎、欸，我要绿宝石了，赞！哇哦，哎，哇，绿宝石太好！我在挖去别馆的路，那你就都不用担心啦，我的钻石搞呢。是不是他们看到红色的时候就跟你讲说快要爆了，快要爆了，快要爆了，然后你用了一整集，结果他还没爆。这明明还有400多耐久了，这钻石搞的那个耐久真的是高到破表哎、欸！而且要加什么？应该也有，现在一开始现在应该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你的快要爆了，快要爆了，快要爆了，快提醒悟星啊，快点，快补、啊！你要看补的时候值不值得？等一下，我好不好？我想补的时候就补。我现在连起来。煤炭。去别馆的路。突然觉得我自己家都会冲。村民在1公里外、欸，真的。对吧、啊？